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那个是什么来的？哎，不要动先，什么东西？你看到什么东西？就他的 hamster。Oh my god! What's this? Hamster。这不是 hamster 来的是吗？老鼠。这是老鼠来的，还没死的。它掉进里面去了。艾文救它了。艾文要救它。因为用下我救它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不要碰它先。妈妈这还在考虑要不要救它呢。它是老鼠来的哦，老鼠很肮脏的哦，艾文。老鼠，救它的老鼠。你要救它？它不是 Mickey Mouse 来的哦，它也不是 Hamster 来的哦，它是很肮脏的老鼠的哦。很肮脏的老鼠。对。洗干净的老鼠。它没，它现在没有的洗干净吗？我们去问爷爷吧，好不好？不叫不要喂老鼠，不喂老鼠了，我们不养老鼠，老鼠很肮脏的。来，我们去叫爷爷好不好？我们去叫爷爷过来，看爷爷要怎么救他，还是要把爷爷把他送走，好吗？爷爷救他的老鼠。啊，没有在那边，爷爷在屋子里面。来，我们进去过去隔壁那边找爷爷，好吗？好。嗯。爷爷来救老鼠。爷爷。艾文找到一个老鼠在那个被压的桶里面装着，那个水还没死的。来，还有你过来睇。阿希老想攞嗰个嘢兜佢上嚟喎，我讲，我想问过爷爷先。来，爷爷过去看一下，来呢度过嚟喎，呢度过。是鹽絲嚟噶，唔係老鼠嚟噶。係啊，呢啲係沙漠嘅特有嘅鹽絲啊，耳仔大大隻嘅。你個農養都得嘅。唔係，我講嘅。放佢走啊！係啦。佢冇打死佢，放生。等我再嗰度放，淋咗水等佢走啦。唔係，你俾佢邊度走啊？你俾佢。我邊啦？唔係放邊度？放出出邊啊？係啊，放出邊啦，都係。嗰啲系嗰啲大耳仔鼠嚟噶，佢系嗰啲田鼠嚟噶，嗰啲沙漠嗰啲田鼠耳仔突突突嗰啲啊。